这个抗老品牌。全系列就八支，他们家就八支商品，好像打电话要打电话，对，打电话或网络都可以申请这个试用套组，八支商品，从卸妆一直到最后的修护，就是那个白天的防护霜都有抗皱认证，每一支都可以抗皱认证，对对。大家可能最熟悉的是它的乳霜二十，但是今天我想要让你见证它另外一个商品，就是这一支泡泡面膜。那我们要等时间，你先敷。对，我先来敷，记得用的时候请摇一摇，好不好？然后用量也很重要，如果一张脸是一个乒乓球，半张大概是这样。半颗乒乓球，半张，一张脸就是整个乒乓球。好，那用的时候呢，记得因为它的泡沫非常非常的绵密，所以呢，对，你就它真的很像奶油一样，对，而且它味道好吃，真的好想又饿了又饿了，要吃吗？想吃吗？而且它味道好舒服，很舒服，对不对？好腻哦，敷上去会有温热。记得敷的时候不要来回，你就是同一个方向就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来回，你就会把那个泡沫又抹开了。我们要让它完全的附着在你的皮肤上面，慢慢吸收，就是这样直接抹过来就好了。而且呢，他们家所有商品啊的成分都非常温和，不含酒精，没有化学性的防腐剂，所以眼唇其实都可以用。我觉得这品牌最贴心的，除了刚刚新梅姐讲的，你没有问题不要来找他们，他一定是希望你有问题才来找他，而且他也不要你一开始就买东西，对，他要你试，他要你先体验过之后，你感受到这产品的质地、味道，还有使用起来的舒适度，你喜不喜欢，然后在皮肤上有没有改变，你自己见证过了那个奇迹，你再来买东西。就是我现在手上的这一套三日体验组，你只要付物流费，打电话或者是网络申请都可以，从它的卸妆凝露一直到最后我们说的防护霜，八支商品一次体验。哇哦！可是麻烦大家，八支你呢按照顺序，因为后面都写数字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对，按照顺序一步一步用。我跟你讲，你不用三天，你第二天就觉得很明显，就会吓死了啦，而且就会觉得皮肤的吸收感快。最重要的是你要听老师讲是三天，然后量一定要精准，比如说像这个卸妆凝露啊，记得它的那个用量，这个卸妆，这个是它的卸妆凝露。为什么我要挤出来给大家看呢？请记得一张脸的用量至少要这样，这么少，一颗樱桃、薰衣草跟玫瑰，而且你想打电话去订，哎呦，这么浓。很浓，因为我们说这个品牌是给熟龄期的肌肤用嘛，那很多妈妈们啊，她们其实在用卸妆油的时候很怕它滴滴答答的，对对，会流下来啊，它完全不会。然后重点是这个步骤就开始抗老了，对，因为重洗，从卸妆这件事情，它里面就加了胶原蛋白哦。八支商品其实，在去年2017年的时候，我们女人我最大赏啊，八支有七支得奖，哇，七支哦。为什么有一支没得奖呢？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品项。好，那现在应该三分钟过了吧？过了就可以卸了。过很久，现在家里就把它洗掉了，冲掉就好。对，冲掉就好。其实每天用完之后照镜子，自己会很自信，好明显，那个自信感立刻变比较红，它是不是会有紧实的感觉？对，会，它有一点温热。你看你的眼袋都不见，你看你的那个法令纹，哦，哇，自己看你，好扯哦，连嘴角都伸出来，对，我们先从最上面的眉毛开始，最上面的眉毛，然后你看它的眼皮，对，然后眼袋，法令纹。哎，眼袋下面那块真的太夸张了，然后法令纹都不见了，法令纹、鼻翼跟法令纹跟嘴角纹，肤色也变亮。我要买，我要整个提亮，对不对？怎么这么明显？我告诉你，用完它以后，你眼可能演不回60岁了。对，你而且你用不到，你用不回其他的品牌，我也真的用不回。我觉得这个最残忍是用不回，回过滤，回过滤，他也说回过滤，因为回过滤超强，差很多，差很多。我们脸上为什么？我们介绍过之后啊，台湾现在已经有70万以上的人有申请过他的试用套组，他所有的商品都是日本熊本新鲜直送，所以你一收到的时候就赶快趁新鲜赶快来用，所以赶快去申请。不管几岁，胶原蛋白都不可以少，做好抗老保养，才能永葆年轻肌肤哦。